下一场就是下个礼拜一哦，很快又要跟大家见面了，一样在我们的中央广场，有我们的牵牛花乐团牵牵妞妞，哇，为大家安排精彩的节目哦，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4月22号哦。好，今天呢继续娃娃与我来唱这首黄以玲的心老小，送给大家心老小，谢谢。谢谢，心老师，再次感谢。